所谓一回生二回熟，第一次吃那个牛油果没觉得它好吃，今天再来尝试一下。都说就是多吃几次然后就习惯了它就好了，就还爱上它的味道，就和榴莲差不多那种。妈呀，这个好像是坏了，这真是一回生二回熟，它和跟我一点不见味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咦，还挺完整的。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这个芯儿和外边还是不一样颜色的，还是没啥味儿，但是这回吃就没有上回那么觉得难吃了。这个应该是不能吃了吧。